有些顾客还很可爱的。你们可以起价，不可以不要做啊。This is Uncle Tan and Auntie So, the couple that sells the best banana pie in Singapore. 这个 banana pie 是我们这里开发出来，绝对没有的，新加坡人绝对找没有的。 Why is the name of the shop in Malay? 这个是人家以前留下来，我们也懒得改，你这边就改它了，也是蛋糕店。Together, they've been working in this little cake shop in Katong for over 30 years. 我们认识啊，我们是很久了。你看现在已经70岁了，真的。我们差不多二十出去就认识了。Wow, it's been so long. When did the shop open? 1994。94。91，94。5点多早上5点多起来了，5点就他5点多我5点就起来了，6点赶快做，6点就到这边了，赶快做面包了，因为面包的时间是很长，面包要发要啊，手工做了，所以赶快做面包就做香蕉派，这些就继续做了咯，做到回家的时候5点，12个多小时了。So do you eat banana pie every day? 有，我们一定要吃的，我们才会知道说我们今天的东西出来。 有没有差错了？有没有出问题的？其实每一样东西我们都要出来，如果不合格的话，我们就放弃了。因为东西，customer 如果 feedback 怎么说，什么东西啊，我们就尽量赶快改。你东西一卖出去，顾客一拿了哦，他不会回来的。But after so many years of making banana pie, aren't you bored of it? 不会啦，喜欢的东西哪里会吃？好像我们看的彼此看了也不会嫌，嫌就糟糕了。So you've been working for so long, you haven't thought of retiring? 做到啊，不能做为止。因为退休的话很辛苦。我看到好多那种退休人士在咖啡店哦，聊天啊，日子难过的嘞。等下又聊了不好的话，又在那边吵架。How about handing over the business to the younger generation? 年轻人受不了，现在不要讲年轻人，讲我们的孩子，他们都不要了。他们嫌时间长，而且七脚八爪要爬起来，他不要。现在你可以想象的，这么多样产品的，你必须要早上要早起。做起来哦，可不是那么简单的。What do you like most about this place? 整天就是做，做时间到了回家就是这样。特别的回忆有了，就是说，比如说，当我们发现东西做得更好的时候，顾客跟你说很好吃，很好吃啊，我们听着就安慰一点，安慰了，满足了。I am a jiggle. Our banana pie is best. Camera. Uncle, 你也是懂 camera 啊？